大家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同样聚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今天是圣餐主日，让我们一起的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预备心，这时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您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在线上，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起祭坛来赞美你。这时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祈求您洁净我们，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俯伏在你的面前，再次的回转向你。主，赐我们一颗清洁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天天的可以朝见你。我们将今天早晨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读经、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赞美都仰望交托，愿天父你赐福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以信心来回应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感谢天父的保守垂顾，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献上的，我们感恩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的，这时候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这处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念。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门。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时候以诗歌来敬拜赞美神，诸天赞美。诗篇十九篇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赞美。
生醉于诗曲竹中，赞美声音它里就纵天君神浪阻难，天地地一切掌中从聪明到永远，尽享祖先崇拜赞美，尊贵荣耀都归祖，长和幼齐声同颂赞，心悦福享祖。圣徒在天堂同进，祖台前我献虔诚，将天使侍奉在祖前，在地上祖旨得成。耶稣，你的名字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良友，更是我亲爱的救主。主是我良友，有主神的挽留，万人拯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拯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主把我忧伤担去，带走一切忧愁，当我受试探时，他是我力量。我愿尽心来爱他，毁掉一切偶像，他有能力保守我为他而活。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将和长留至永远。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拯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主永不把我舍弃，我主何等仁慈，我要忠诚信靠，遵行主旨意。有火焚烧我身旁，人造何时不慌，主持玛纳喂养我灵的健壮。纵然世界拒绝我，撒旦来试探我，靠着耶稣能过得胜生活。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拯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为我受伤》。为我受伤，主在十字架，钉在
这释放，答应救主耶稣为我受伤，为我受洗，为我受洗，主在世界竟是为我受洗，因他受洗我的救赎福祉，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洗。为我再来，为我再来，为我再来，必有一天就要为我再来，见主吃耶和的喜乐畅快，是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受伤受死复活，更要为我们再来。感谢赞美主，他将要为我再来。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神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空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说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隐形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
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内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守圣餐。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经文是取自于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来向主来祷告，为着我们的过去，也许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甚至我们在犯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借着这个时候，我们来各自的在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
好，我们来一起来领圣餐。使徒保罗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吃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喝这杯。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主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许在无意当中得罪神，也得罪人，我们有所犯的罪，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思想到，主啊，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在当中纪念一些我们主内弟兄姊妹，一些身体软弱的，求主刚强，求主帮助，也求主施恩。我们也感谢和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内兄弟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至五节。一，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二，也叫我们脱离无理智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三，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了二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五，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的经到此为止，谢谢大家。Today's Bible reading is taken from 2 Thessalonians chapter 3, verses 1 to 5. Request for prayer. As for other matt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pray for us that the message of the Lord may spread rapidly and be honored just as it was with you. And pray that we may be delivered from wicked and evil people, for not everyone has faith. Verse 3, but the Lord is faithful, and he will strengthen you and protect you from the evil one. Verse 4, we have confidence in the Lord that you are do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e things we command. Verse 5, may the Lord direct your hearts into God's love and Christ's perseverance. Bible reading ends here.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今天要透过一段的经文里面的信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五节，彼此勉励，不但要认识彼此代祷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请你们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们多多祷告。首先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三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着深信你们现在是遵循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循。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必学基督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一节一开始，使徒保罗就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有很大的属灵恩赐和成就，但为什么他还要在许多书信中要求教会弟兄们为他们祷告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也曾经说到，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今天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一节也说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使徒保罗他为了博取对方的同情，也不是因为没有代祷神就不理会不带领，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更不是代祷的人越多神就越垂听。神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超级肢体。因此保罗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和同工们摆进基督的身体里，盼望所有的肢体都借着同心祷告，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在灵里合一，彼此联络，互为肢体，彼此配搭，彼此供应，一同征战，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呼吁，也欢迎大家记得多多参加我们华语堂在星期三晚上八点半的在线祷告会。帖撒罗尼迦三章第一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不只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祷告人。他自从蒙光照悔改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的祷告。那如何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当使徒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的时候，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他
他也不住的祷告。使徒保罗以后在他传道时工作之后，无不是以祷告继续祷告。这就告诉我们，当时的使徒们没有一个不是以祷告来开始他们的事工的，他们都是常常的恳切祷告，默默的祷告。虽然当他们在传道时传福音机会常常有限，但他们祷告的机会却是常常有的。我们也看到，凡是使徒保罗他传过道的地方，工作过的教会和带领过的信徒，保罗他无不继续地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常常向神祷告，求神保守和看顾他们。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四节，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使徒保罗的确是个祷告的人。使徒保罗他甚至跟他们那些还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见过而已，就已经开始为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祷告了。因为使徒保罗清楚知道，只要透过祷告，祷告的价值和祷告的能力能够给予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他常常请别的圣徒为他们祷告。但有的时候使徒保罗在传道时也会受到拦阻，但最终祷告却能为他们开路。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到十三节如此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以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传道和祷告好像是神工作的两个翅膀，只有一个是飞不起来的。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们要专心于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三到四节如此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于祈祷传道为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星期二晚上的查经班，最近我们查考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的故事，以当传道人受到监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祷告，神的使者却为他们开牢房。
在《使徒行传》12章4到10节如此说：希律拿勒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叙利亚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不理由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提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了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是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祷告的力量。当使徒彼得受到监禁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们迫切地为他祷告，却为他们开了牢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又看到传道跟祷告，有人前有行的工作里，教会的祷告什么时候停止，传道的门也什么时候就关闭了。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不住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在旧约出埃及记17章里有记载，当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的这个故事里，出埃及记17章11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看到摩西向耶和华举手的动作，这是表明摩西他依赖和信靠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得力和得胜的唯一秘诀，那就是借着祷告、信心和顺服，不断地亲近神。当摩西停止祷告时，神也停止向他的子民倾注能力。摩西、亚伦和户儿什么时候山上的手下垂，山下的仗就失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举起你祷告的手，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然而今天世界上传道的人讲到多于祷告，传道人多，祷告人少，难怪传道没有什么果效。所以神有时要关闭传道的门，好打开祷告的门。今天的结论就是在帖撒罗尼迦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学习彼此代祷。要记得，我们不但要为主的仆人代祷，也要为信徒们向主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祷告是继续不断的，是不可停止的。请你为我们祷告。使徒保罗他深切有此需要，他一直依靠神传道，因此他不只是他自己祷告，他也为别人常常的祷告。好教主的道理快快行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代祷的第一个的目的。得着荣耀又是什么意思呢？主的话广传，显出得胜的能力。主的话进到信而接受的人里面，接着他们的生活上的改变，显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要为信徒们向主祷告，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代祷不但是要坚固我们，也要坚固你们，因为信靠深信神必成全他在信徒中心中所推动的事工。神也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爱神并学习基督的忍耐，而除去我们心中的障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传道人要祷告，教会和信徒也要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另一种形式传道。将来我们要看到神对信徒工作的赏赐，传道和祷告都各有其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教导我们要在你面前谦卑，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主里彼此学习祷告。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但要为主的仆人们代祷，也要为信徒们向主来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父神得着荣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以赛亚书41:10说：您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感谢神的应许。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直直的前路，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直直的甜蜜，你都陪我爱恋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再次保守我们，同时间在各处我们都能够聚集的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好叫我们能够天天能够得以朝见你，让我们每时每刻随时随在
我们可以再次的仰望主你。愿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榜样，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主里合一，做合一的侍奉，走合一的道路。主赐我们教会有合一的灵，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以致我们手所做的工能够兴旺主你的福音。赐我们个人心里谦卑柔和，信靠顺服。愿我们所献上的读经、诗歌、祷告和奉献，都如馨香的祭，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愿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所行所想，都能够蒙神你悦纳。求主保守我们的脚中不偏离正道，更加的爱你，更加敬畏你。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你，寻求你的都能够寻见。感谢天父保守顾念坚固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以信心来回应你，让神你的名得到荣耀。这样子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起立唱赞美一神，赞美一神，万福之耶，天下生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之圣灵，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都说阿们。Amen。